在可以开始爬山。这一次的 trail 就是爬山的这个路，比之前的 Coco Head 更难，而且我带的水渍感觉不适合这个地方。This is so cool. I feel like I'm in a jungle. 到了 Pillboxes 结束吧。好 ，Hello, Good morning.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夏威夷，然后今天的计划是要去一个山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山它跟之前的我过去的山很不一样，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。爬到最高的地方，然后看风景。我觉得这个山的不同是，它没有很高的最后，就是它的最后是一个很好看的瀑布。到了，我们在 Mineral Falls， 你们看这个氛围，感觉在一个 Rainforest 里面。最好的朋友在夏威夷的最好的朋友，他的家在这里的旁边，所以现在在这里，然后进去之后是这样的，然后看最后有一个 waterfall。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冰沙的地方，你看有很多的味道，我喜欢加这个和这个，然后喜欢瓜子、栗子壳，还有 strawberry。哎，这是我的。哎，是吧？不是，是我的冰箱。有苗子的人。今天我们俩要去带领在这个沙滩。什么样的东西，因为应该这是我第一次会带，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。
这个地方是今天我最后要看的地方。Ooh, look, look at this wave.Hello,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夏威夷，然后现在我在去机场路上，因为我觉得在夏威夷的时间不够，可能这一次的 vlog 是一个小 vlog， 然后下一次可能可以做一个比较长的，因为这一次其实。我想带你们去 Big Island， 就是另外一个地方，不是我。因为我觉得那边有挺多的好玩的事情，可以看星星 ，really clearly 很清楚。还有呢 ，there's a lot of volcanoes。我觉得想给你们看一些不同的